上次一只大龙虾花光了老公一个月的生活费啊，这次我用我自己的零花钱整了一只古巴龙，你就说美不美？我也是第一次吃啊，看一下肥不肥？哇，肉哇！我是真肥，怎么一掰给它掰折了呢？这个是虾线啊，把它滴了出去啊！哇，这个大肉！哎呦！大门牙差点翻掉了，真的捡着宝了啊！太肥了啊！好，给你们看一下它。哇，这个大肉，哇，太完美了！哇，正面朝你们。香。